什么 BGM？ 我哼的是什么 BGM？ 哪位老铁？我怎么觉得那么熟悉？火影里的是吗？亚奈尔斯，吃鸡播一天少一天了，你们珍惜看吃鸡的每一个画面吧，有可能就跟那个黎明杀机一样，进了就播不了了呢，也没准哦。而且我播13号星期五的时候，也没想到他会进播，播完了以后就肯定进播，就那个。瞪起来把人按火炉里烤，那个谁受得了？波炉石传说、魔兽英雄传和我的过山车大亨之类的单机游戏啊。那天我看了一个笑话，是黑 Joy 的，Joy 一定是游戏克星 ，Joy 最早做星际，然后星际那个。叫什么？凉了吧。然后 Joy 又做风暴，风暴又凉了。风暴完了，是不是 Joy 还打了一段守望？守望也凉了。然后 Joy 刚转型吃鸡，开始做专业解说，吃鸡紧播了，贼劲儿心疼，凉了呀，肯定凉了呀。楼顶有一个，直接上去撸他吧，我觉得不想等了。拿个帽子，防一枪爆头。想听一下底下有没有人的，但是听不太清楚。好安静啊，多少远。刚才听到了一个汽车声，可能是大仓库的。吃完饭以后第一反应其实是蒙圈的，这话现在脑子有点僵，有点犟，不知道自己核心的做的事情是什么。
三级头、三级甲，还是有点方啊。有了，嗯。你看得出来我网很卡吧？一会儿要死了的话，这是第一个可以用的借口。第二个我在想，好吧？第二个我在想。车真的停在门口了，那得干他呀！找一棵小树苗啊，然后蹲蹲看，左蹲蹲，右蹲蹲，咚咯隆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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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有一个不可能输的地方，就是说。这个人上驾驶位，只要切到驾驶位想下车，一定是靠近我这边下车的，所以我只需要趴到他上车，游戏就结束了，因为他下车一定是靠近我这边下，对吧？他不下车往前开，肯定是我打死他。如果他下车往前下车跟我打，一定是在我这边下。他下来拿枪的和瞄准的过程当中，他已经是必死的了，所以游戏已经在我这儿有这场对局已经结束了。可能水友们还会猜测我会不会对枪对不过他，但是巴卡拿，好吧，巴卡拿，在我这儿胜负已分。然后他还送我辆车，来了，还送我豪华装备，我好像看见他了，对，看见了。一定会过来的。干嘛？啊？这是要干嘛？他怎么还趴那儿了？几个意思？这难道还有一个人？一共两个人？哇，那就刺激了！我可以填两个包，对吧？人我都看见了，他趴那儿了是为什么呢？一定是这个人不是开车来那个人，是想阴开车那个人。哇，捡两个，捡两个。哇，转了转了转了，否则他毫无意义趴在那儿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我靠，先看一场电影，对不对？再自己拍一场电影，这节奏舒服。妥妥的，起火啊！我三级头，我就算被人发现，我也不可能一枪死，对不对？总归你是要上这个车的嘛，兄弟，毒都来了，我先看一下我的药，幺幺幺，哎，这趴这儿这老哥是几个意思呢？吃毒都不动的，你还说你不是老阴逼？哎，吃毒你都不出来，你还说你不是老阴逼？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老阴逼，整天蹲在大工厂里面做伏地魔。兄弟，这都不动吗？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！止痛药先刻上。我操！这老阴逼，世界级的，真的世界级的。哎，左边我看了，他没有出去的路线啊，他出不去啊。你不能意识好，觉得我这儿有个人，然后你不开车，然后还假装在那当老阴逼骗我，哎，演自导自演，演出戏吧。你没这么无聊，对不对？
哇，这老硬币可以的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你说他内心独白是怎么样的，室友们？他是不是觉得这外面可能有个人恐惧了，想跟那个人拼药？那你牛逼，你真的，你跟我拼药，往那一趴，哎呦，我右边看见那个人了，我操，他还往里走呢，不会是两兄弟吧？一个到右边逼我往左边晃，然后左边那个，哎呀，看见你的腿了，小样儿吧。这车不上的吗？这刚又看见一个人进去，这是真的吧？这人没走啊，问题是，哎呀，这个大戏有点大啊！不上车吗？还往里走，往毒里走，反向跑毒，我有点接受不了这位老哥了。他人都出来了，又进去干嘛呢？也没看见我，看见我就打我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也不想上这个车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等啥呢？哇操！真的是两个老阴逼！哇操！哇操！哇操！牛逼！牛逼！兄弟，开一发枪都不算我 LYB 点少，还少？天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！哎呦，心里这个爽啊，兄弟，开一枪都不是我嗨少的作风，哎，稳，真的稳，舒坦，没见过打过这么舒坦的一局，哎，兄弟，真牛逼！哎，别掉线啊，别掉线，别，干嘛呢？哎，干嘛呢？怎么掉线了？你二大爷呀！凭什么掉线啊？我嗨少这么精彩的表现，水友都看服了。我靠，真的，我自己都看服了，精彩的一批！两个老阴逼还跟我这玩这个，兄弟，找错人了，我人送外号嗨少，好吧？我靠，轱辘打碎了！突然发现有点问题，轱辘给我弄碎了。我看，没事没事，找车，只要不翻就行，只要不翻，能凑合开就比没有强。哎呦，这个拐弯拐的好累啊，累心有点累。慢慢开呗，哼，反正我药多，我舔了一波大肥药，哎，这电影看得爽，枪战片儿。哎，翻了翻了，要翻了。拖拉机也是车呀，兄弟，拖拉机也是车呀，你甩尾。刚才这波操作还行吧，朋友们，我觉得还行，我觉得 OK。这把细腻啊，看了一场大电影，免费看电影，还自己拍了一部戏，你说爽不爽？大制作，枪战片，还有车当掩体，各方面的，我觉得都达到了这个迪士尼的水平，对吧？
走公路，防止翻车。我们这个车技你们也懂，对不对？走公路挺好的。哇，这是打爆爆的，看一下圈还多远，我先打个血了。包多任性，看这个圈就在前头了，我觉得先打个包围的。都是枪战片啊，说炸就炸。圈看看下一个圈在哪儿来过去。哎呦，空投，敢不敢舔呢？哇靠，左边。不打了？啥意思？把他干了吧，大概率他舔的空投。突嘛还是要突的，就看突完的结果怎么样。还可以吧，钩子不太厉害。这舔空投是钩子，我觉得还不如不打他呢。
is Polo dos Wagen Mahida。刚才这边是有枪声的，但是看不到人，你知道吗？这儿趴着其实无所谓，没什么人能看到我。伏地魔嘛，开心就好。至于的吗，兄弟？这就是人了。右边这草丛里感觉就有人，等这个圈缩吧。来吧，好好打。圈的，哎，圈没刷我这儿。哇靠，这什么圈？你在搞笑？这圈去占厕所。能开到是个问题，感觉开不到啊，这点油，试试吧，尽力啊，能开多远是多远。这些要跑圈的人比我更惨。M24。M24是不是？白车冒烟了，容易被打爆。很开心，就狙呗，兄弟，我又无所谓的了。弹夹用不着，不急，不是鞭尸，是把它打炸了，自己安全一点，省得一会儿被人拿车给堵上，或者是怎么样呢，就很难受了。等一个圈嘛，反正这个看能不能刷天命。这把好好打是有机会刺。这个圈真的有点，狗为什么要把车打炸，还能开一点点呢？哎，这个车就有点尴尬了。那空投，海里有人，在岸上，岸边游，这边有，这边厕所有一个。
我脸上应该没有了哈。上岸的在这儿，上岸的已经上岸了，我等下一个圈儿。上岸那个先干了，动没动？这边应该还有一个。不行，我得必须一枪把他放倒，否则没机会补他，因为他必须是个死人。刚才那个位置，他放倒的话，我就得让全世界人知道我出来了，别人不知道我从厕所出去的。这个60方向这个厕所里有一个，山上刚才有开枪，但我现在看不到位置。后面这船边是不知道有没有啊？等下一个圈。可以吧？防区都不在了，里面有个厕所，右边这个厕所人我必须打掉，其他的都可以接受。啊！兄弟，这里这个人是跑过来毒死的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这后面还真有一个，我刚才没看着，他那么跑那么慢，被毒死了，最后你说气不气？你说气不气？我看到人了，哎，对吧？高了。这个 M24 确实比 98K 不用抬就能打到，准备升上将。哇，这人好牛逼啊，帮我解决两个了。我没有烟吗？我操，这就很难受。我操，没有烟。看到人了。大概率是跟刚才那个人。过来了吧？石头这个，又把这石头带安全区。他过来了，应该趁我刚才打那个人的时候，看见了，在那边。
是那棵树呢，没过来。我其实可以去再前面那个石头看的，如果我想的话。他过来了。难受啊，我可能出去打好一点。哎，这个雷范围是有点大，砸出去了给我直接。可惜了，我开始因为我打完那个人，我不知道另外一个人的位置，所以没第一时间跑到前面那个石头去前面那个石头就好了。雷落在我后面了，后面再往后该出毒了。没有，第一个雷扔完了，第二个雷就落在我脚石头脚下了。我要确定一下第二个雷能不能炸到我，第三个雷炸到我，第四个雷炸死我的。我第一个雷扔完，另外一颗雷已经到我脸上了，我得躲一下，我不可能顶着雷再扔嘛。开始没抓住第一波的时间嘛，我不知道他的位置在哪，结果打我那 SKS 死了，这个人活下来了，也是挺奇怪的。可能我冲过去打好一点，但是当时判断失误。什么人啊，一个两个三个无所谓了，我是来开车溜的。记得当年玩这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，所有的刷车点都有人抢完开车去远处，现在就不一样了，你开车去远处没有用，现在你开车去远处也有人。然后再一个就是圈呢，不像过去似的刷的稍微有点规律，现在是毫无规律。有这种情况吗？你觉得你撞死一个人，你觉得你能怎么样了？其实还不一定撞得死，你知道吧？
你跟他较劲吧，还不一定谁输谁赢。哎，干呗，我无所谓啊，你喜欢干那就干呗。你牛逼，你比我开得快呀，兄弟。我就别你，没玩过极品飞车吗？速度优势，车型碾压，哎，就给你撞翻了。哎，就干，就干，你怎么了？对不对？有本事开麦，看吧，看吧，看吧。来来来来来，一起。啊，中国人。哦，玩的是亚服是吧？老弟，说话。哎，说句话行不行？慢下来，你往左。下来锤，我操，下来锤上了，想笑死我了。哎，你不好意思，你运气比较差，你遇到的是无双少将。人就是这么的勇，就是喜欢干，进去就突突突。无双少将，直打爆头，稳的一匹。啊，这么多98K。哎，车啊，可以可以，随便搞吧，舔一波舔一波，好玩吧这游戏？游戏的乐趣不是说杀人就厉害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乐趣啊，就是干，不要怂。我把凯之王上线，你们说还有人吗？机场需要一把56的枪是真的。怎么这么多 SKS 呢？小五看一看，全是 mini， 我真的不至于吧？我特别讨厌 mini 这个枪，是真的。
啊？这吉普是谁开来的？我操！啊，这还有个吉普车，啊，这就说明还有个人。哎，这就有点过分了，还有个吉普车，还有个人。闻一下，闻一下。而且是有的竹子。上高架，对吧？这底下二号楼的门是关着的，一定有第三个人。我的吉普车是那个人灵车漂移飘过来的，哇，不行。不能这个人一个人在机场搜东西还关门吧？第一个楼怎么也该搜完了。大概率第二个楼奔这儿去的。对啊，发配件还有，没搜这儿，这个人去哪儿了呢？我几个急救包，我八个急救包，我肯定得好好搜啊。前面走。可以吧，可以接受。八个急救包，我回去搜三号楼去了。他确认他走了，就踏实搜呗。把三号楼看看能不能把配件摸一摸。那三号楼我看门是关着的。哎，这边门是开着的，那他还是搜了三号楼，搜了三号楼，只是这小工厂他没搜。纸啥的，这能蹦上去吗？还不能，还
四个，什么垂直配件啥。二号楼门可是两边都关的，二号楼是真没搜，他只搜了一三两个楼，还是有宝贝的。七九八就是毒，任性就是在里面刻，毒瘾也贼劲儿。其实还是缺个垂直的，没垂直我打不准，主要是。哎呀 ，M 四屁股也没有，那换死尬了。死尬至少一个垂直还好一点。去海边最安全，现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是这里，这个地方不会有人。舔个八倍镜，舔个三级头，也算没白在这晃悠吧。你病了，你全家都病了。妈的，没事儿咒人家生病，一天到晚的，就你全家都生病。别遇到人啊，别遇到人，我没有吃着我爸，我把握不住自己的火候，我需要舔舔一个，这没搜过，过去舔一波吧。希望是真的没人搜过，连是老阴逼出门关门的那种，那就有点狗了。
我只需一个垂直握把呀，其他的都 OK 啊。732莱克雷，一个烟雾弹，稳了。烟雾弹，哇，小电厂打起来了，玩不玩？来先推塔，我不下了，急救包七个够了，不要。拿颗烟吧，如果没雷的话就靠烟封一封。隔壁也有零落，隔壁的还想出来打，兄弟，那人头我能给你吗？吓得你嘚嘚的，我操！他以为我打他呢，姑娘。我知道旁边有人呐、啊，大哥，我肯定知道旁边有人，但是旁边的人我又过不去，肯定干不了他呀。一楼去了，大哥。跑了，隔壁大哥跑了，怂了。笑一笑，十年少，舔一舔。我没有垂直握把压枪，好难受的，还是舔一个垂直吧。消音不要这个。我是螃蟹横着走吗？圈还在我这儿，你敢信？就这个房子没有对面那两个房子好，这房子是个小窗户。不会有人玩这，我这个地方扔颗雷我就真的GG了。别，冷静一下兄弟，冷
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啊！别往我这扔雷就行，其他都能接受。我这小坑坑里面扔颗雷就是雪崩。快乐的坑坑里面有只老阴逼。隔壁的小兄弟还敢出来吗？刚才被我吓尿了。等一个圈吧，这个圈搜完了才能见真相，好吧？还剩16个人。我操，门还敢开，兄弟，你还敢跳出来是怎么着？跳出来包你死。他还真露了个头。就等你露这个头，一瞬间搞死你。真是不明白这位年轻人是怎么想的，兄弟，我的狗8K 什么时候弹无虚发过啊？不对，什么时候弹没发过虚，对不对？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你已经是个屎人了。哎，我是不是没有四倍啊？我突然发现，不行不行，我得去舔个四倍，我得舔个四倍，舔个四倍。刚才这人也没四倍啊，枪口不长，其他的也没什么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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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刚那老哥死在这儿，都没有四倍就很烦了呀。啊，随便随便。就很近，有个消音器，就在这前面。不确定位置。哦，这儿。看见这个人了，毒来了，当然先清毒外头了，对吧？这没毛病吧？但是这个人挺烦的呀，这个人在炮楼里头，看看刷向哪边吧。我争取把炮楼这个人一枪偷掉就好了。都不在安全区了，
下头的人。想要怎么？哦，至于的吗，大哥？这么不给年轻人活路，我操！我想一下，这怎么走？前面出门其实就是安全区，对吧？前面出门就安全区，我只要把这个左右两边砍了，这边还有掩体，我觉得很安全，我觉得很安全。就是右边这个老哥容易阴到我，右边明显过来一辆车，这个人，而且那个上面的人还不打他，就很奇怪。18秒打能量。啊，哪有四倍？这门口那个包里吗？我去看看，时间还来不及，可以。其实也用不太上，哪有四倍？没有。我靠，我脸上好像就有，哪儿趴着个消音器？就在我脸上。就这上头有个消音器，你看先。就这上面。消音器还在，一个一，消音器在右边，在我圈里头。兄弟，管不了了。这人在哪儿呢？这怎么这么难玩儿的游戏？找不着这人，我操！都搁这人呢。终于让我找到你，吃鸡吃鸡！哎，
刚才第二对吧？第一。我就这么扔东西，他都不出来，你受了吗？感谢八九的葡萄条。谢谢大家的小礼物，竹子、烤鱼、车票、龙虾，谢谢，吃鸡，谢谢。哎呀，张总呢？哎，一天到晚张总嘴上那么硬，身体上怎么不行动啊？对不对？感谢盐水冰棒的佛跳墙，谢谢老板。哎，这把还可以，稳住了，稳住了。感谢八九和盐水冰棒啊。好，去个厕所回来再给大家带来下一场的直播。单排还是有实力的哈，对，开始的第一个跟我一块抢机场那老哥死的是最惨的，下来要跟我对拳，我捶了他两拳，我还满血，他被车碾死了，本来是我单杀他的。打他都不敢还手，然后被车撞死了，死于车祸。感谢八九和冰棒的真强，谢谢。感谢水友的其他的小礼物，感谢。也感谢那些借了赌刷给我竹子的小伙伴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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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should have filled the la-di-da It's only love that is all du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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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 你们肯定没听过这首歌，你们肯定没听过这首歌，虽然我英文不好，会个一两句，对不对？你们肯定没听过这首歌，谁能猜出这首歌来，对不对？给他发个房管，真的不吹逼啊，就刚才我唱那两句，你能猜出歌名来，我就给你发房管，好吧？巨好听，我靠！真的巨好听，我自己都沉醉了，陶醉了。不可能有人听过。我一会儿把这歌放出来让你们听，好吧？你们看我唱的能给几分，好不好？没人能猜出来的。怎么这边的98K 狙上人了，还啵啵啵的狙个不停？再哼一遍是吧？嗯，前奏是这样的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我想想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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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那是另一首。嗯，要走吗？他觉得有人不想进了，然后呢我忘了前面怎么前这刚开始怎么唱的那歌忘了，刚才会哼现在忘了，然后中间部分是对对对对，总累了的你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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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是这样的，然后就记这么多了，记不住了。哎，刚才自己唱嘛，会唱的，但是你让我哼，我不会了。那英文不好，又怕你们吐槽我英文，哎，好烦啊。等会儿啊，我用一件事情来证明有这么一首歌。
哎，回来回来了，找不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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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有一张这个收录这首歌的专辑，我想暴露个专辑，你们估计也不知道，所以找了一下没有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就等了，就等了，打扰了。真的有，真的有。那我找一下吧，你们发的名字里目前没有。看一下圈啊，圈回来了。真的有，不蒙你们，我这人很认真的，唱歌也是认真的，恋爱也是认真的，总而言之是认真的。我放一下原唱，我估计放原唱你们都取关了，有可能，找一下啊。应该在虾米音乐里有。虾米虾米，所以啊，下面音乐也没有版权，那版权在哪儿呢？啊，这就奇怪了。哎呦，版权现在在哪儿呢？百度一下吧，下面音乐也没有版权了。QQ 音乐吗？不是 QQ 跟虾米不是共享了吗，兄弟？说好的。是自家兄弟呢，专辑名称叫 Help， 但是找不到这歌啊。QQ 音乐没有啊，网易音乐，我靠，难道我歌名记错了吗？不至于吧。歌名叫 It's Only Love， 但是我找不到能听的地方，我找视频总归可以了吧，视频。视频也没有。也没有吗？孩子钟爱的毛毯恰恰也。孩子钟爱的毛毯笑话。博士六系洗衣机。听一下，还有三秒，看这个是不是。哎，没毛病吧？我哼的没错吧？啊，我哼的是没错的吧？
对啊，哼的是一样的呀，对吧？没毛病吧？你们非说我打扰了，我就不高兴了。肯定是一首歌啊。我歌词也唱对了。It's only love that is all I should hear， 对吧？没错啊，最后一句不记得词儿了而已。哈哈哈。毛病啊，没毛病。这里厕所里不能出来个老阴逼，都啷给我干死吧，讲道理。这还有个急救包呢。绝逼原唱，我靠！Love me tender。Love me too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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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我靠！主播唱歌正好听订阅了，哎呀，爱你么么哒！主播就喜欢这种实话的室友。现在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装备，我觉得主播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装备，没什么牛逼的装备，这很烦，就很烦，摸了一张预言家就很烦。边角位先验吧，我就验了一张小 AK， 发现是个好人。那右边那个球不贪，他得是个狼人吧？边角位出狼啊，对不对？那辆车奔房子去了，那不确定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我先撞一下试试。停完车以后立马换上去的方向，这样的话对手很有可能会看错方向把屁股给你，这样对手就很僵了，知道吗，室友们？这都是细节。看到人了，我连子弹好像都没少。
这都没死，我打中他四枪，他没死。怎么肥四啊？怎么肥四啊？打中四枪都没死。哎，怎么肥四啊？打中四枪啊，在空中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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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来上，为什么这个歌没有人有版权了呢？我有还有一张他这张专辑呢，确实很奇怪啊，各个音乐平台都不能播放。哥，别挡着我玩游戏。这么多人，我靠 ，kiss 了我说的算了。
看见人了，但是好像打不了他，有点远。哎，跳！这回血回的有点慢了吧，兄弟？别打我啊！别打我！找药，找药，找药，找药！哇，这就不一样了，哥们儿八倍镜了，兄弟，八倍镜了，那能一样吗？我刚才是不是有一个黑粗管的消音器没拿呀？什么的消音器啊？没太注意。不知道有个消音 SMG 的消音，怪不得我没拿。我的安全区里头不是很急，是不是？哦呦，这里死个人。研究一下，我是三级头啊，我看到这儿了。这么准，看来有高倍镜，我去，要不然不会这么准，说打头就打头啊。说打头就打头，我去，这准的有点过分了。你以为个个都是我吗？哼，看到了。
太大的意外了，这个人应该是机场最后一个人了。这两个人实力包应该够了，我肯定是机场霸主啊！枪法好，眼神好，只要我站在高塔上，我就能定位整个机场所有人的位置。刚才那个人应该是最后一个人，所以其他地方都是安全的。舔一波，有狙吗 ？SKS，SKS SKS 就 SKS 吧。了胜于无啊！没垂直，没有垂直，有垂直就 OK 吧。我还都可以捡，我还挑什么呢？除了这三级头得换下来。我怎么还能挑十呢？不应该，不应该，下次不挑了。挑食就是对其他选手的不尊重啊！选手辛苦舔起来的，我应该都换掉，对吧？不能挑食。老阴逼，我舔个包而已，至于的吗？这个老阴逼吓尿了。哎，他怎么知道我这有个包啊？这个人这么狗吗？他怎么知道我这有个包？他舔我的人的包啊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感谢水友的竹子、饭团、红领巾。也不知道怎么肥四，哎，本来我出去巨肥，八倍四倍 SKS 也说得过去，然后就怎么肥四了，难受。
打头朝下往下扎。有没有比我快的？差不多速度，应该我还是比较快的吧。靠，蹲了一下，我进来我听到他的位置了，我一看怎么没了，这可以蹲了一下，你敢信？可以可以，第一眼没看着，结果他还有枪，这是最伤的。前听的一些歌呢，应该也没有。哎呀，在百度网盘出来之前，咱们都用什么东西存储平时喜欢的东西来的？你们还记得吗？在百度网盘和各种网盘出来之前，一般咱们都用什么东西存储保存在网络上的一些以前用的东西？那可能移动硬盘我都没有了，都在北京，不在上海。哟呼，又去 K 子楼了，感觉有小哥跟我速度差不多呀，别呀，慢一点啊！哎呦，比我还快，大哥！哎，错了错了，小三了小三了小三了还不行，我是小三还不行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比我快，你敢信？1897喷。刚才我来这时是不是没有枪啊？哎，你别逗我呀，我刚才来这时这明明没有枪，回来就有了，意思是我眼拙呗，那我不能接受。
哇哇啊！怎么这么肥啊，兄弟？你怎么可以这么肥？哇！哦哟！小背包可以玩得这么开心吗？感觉还不错呀、啊，还不错。楼顶好像该干起来了，我得过去赶紧劝劝这个楼顶的人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，别滑了，别滑了！不是有这么一句词吗？开了呀，别滑了。找一下人啊，你这时候不出来没关系，下面这车你得上吧，你上这车我就能打你啊。其实出不出来我觉得都 OK 啊，最后你得开车走吧。是不是？你可千万别再出来了，出来我保你必死。点了你三枪不死，算你运气。我给你机会了，希望你自己珍惜，孩子。要不是这要是 98K 他早就死了，太妙了，还暴露了我的位置，这是最烦的。看到就在这儿，他下面还是在下面，我看那个脑袋，我不确定他是在，哦他不是楼顶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你妈的！给他妈你脸！
永远别出来，永远别出来，小贼。吓他这个呢，出来啊！怎么还有一个？我擦，这些人怎么都在山上啊？哦，我操！怎么老是用这种位置打人啊？我操！我接受不了了！我靠！哎呦，怎么死在这种人手里啊？摸屁股的也有。而且这些人连个脑袋都没有，就能拿这么好的枪打死我，连个头盔都没有，都哪儿来的人呢？我就奇了怪了。两个人连个头都没有，一个拿98K，一个拿 M4，疯狂虚驱我。而且以他那个距离，最起码是个四倍镜啊。那个98K 打了我那么多枪，可能没有高倍镜，但是那个 M4 枪枪爆，不是爆头，枪枪打中，至少是个四倍，好吗？能不能活着出机场？两把活着出不了机场，很烦。活着出机场，真的那么难吗？K
Come on, come on， 给我感觉。是不是刚落地得等他一会儿，他才能刷枪呢？只刷羽绒服是不是？刚开始，枪是不是得等一会儿才有？羽绒服先穿着吧，防弹。哎呀，看黑黑的羽绒服，嘿嘿。早说爸爸，爸爸你早说爸爸，哇哦哦哦哦哦，又一个爸爸，哎，爸爸，玩你妹，你落地八个爸爸，我这游戏怎么玩？哎呦，兄弟！哎呦，兄弟！拿这盘休息，哇靠，拿这盘休息，我今天没玩手游，完了雪崩。主要是我妈让我给她回个电话，我怕太晚了她休息了，然后这把落个跳个机场刚一波枪就睡了。
我只希望这次落地让别人管我叫爸爸。嗯，也没什么办法呀、啊，没枪，刚才三个小三都没有一把能打的枪，一颗雷炸了一个人半血，把我第一个爸爸炸了半血。就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微笑，我依然无依一二三四五，后门了。这刚才没打死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，老宝宝了。你会使吗？啊，你会使九八 K 吗？一侧偏头直接对方打飞，游戏就这么简单。学友们学到了没有？刷波小礼物，刷波小礼物，完美破费。听错子弹，哎，直接退游戏，绝逼是啊。啊，我说呀，如果对方听错子弹，直接得退游戏。这游戏谁实力更强？所以我们心里清楚啊，对不对？肯定不是我呀。那就是另外一个同事有另外一个人开了一枪九八 K， 否则不可能听错呢。怪不得打不过我呢，他是个喷子和 M16， 他打不过我，我什么水平？
他什么水平，那才能比得了。又来了，同一个位置如法炮制，但是上一回我是三级头是吧，上回二级头，这回一级头，一级头不禁怼啊，有时候怀疑我有透视，但是枪法好的人眼神就非常好，眼神好的人枪法可不一定好，有些东西 是可以旁敲侧击做辅证的。对着一片草打了两枪，哎，跳人头了，我操，打不住无所谓，打中了装个波逼，我靠，完美。哎呀，真的强，这个主播真的强，真的强，的强的的强是的强的强的的强啊，不对，的强的强的的强强的强的强强的，哎，强强的主播非常强。不要给搜过，强强的一个主播，我想越过高山，寻找那失去的98K，寻找那一粗粗的八倍劲儿，呼啦啦，嘿，呼啦啦。下面，金嗓子，绝逼听不错。我去，这么肥，舔一波，舔一波。消音 SRG 没有啊，三级打背包差个垂直，填填我刚才那个包去。开枪不可能比我快，这个世界上开枪比我快的男人一共有两个，一个叫做少帮主，一个叫做嗨少。而且刚才那个位置一定要瞄他的脖子，打他的脖子，然后枪往上跳，你不一定能压得回原位置，那自然而然会打他的头，所以最后我是 headshot。 这都是细节，可能很多水友平时玩这游戏玩的少，多看看主播直播，我靠，你就可以出去装逼了。你像主播这么跳还死不了就很气，哎，就希望有人能来干我一波，牛逼就来干我一波，没机会，他们都知道吧，稳的一匹，不知道输一手什么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没找着狙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各位老铁？刚刚这把 A 字楼没人吧？我去 A 字楼看一下，万一没人舔过呢，对吧？尊重一下 A 字楼，不是，对对对。没有垂直，也没有狙。万一这里有个三级头呢？这都是万一的万呢。看样子应该被舔过了。
过来溜了，舔过来再溜了。这么干净，应该是被舔了。机场里应该还有一个人，我觉得，但具体位置我就不清楚，我也不想找了，因为刚才剩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GG了。就机场霸主肯定是横着往外走的，绝逼不是那种偷偷摸摸上个山，哎呦看一看，哎呦没有人了，没有人了，撤了，哎呦有人有人打不过，哎呦溜了，绝对不是那种人，好吧？打机场就股气势，机场不杀六个，你好意思说你是机场霸主吗？还要长笑一下，仰天长笑，然后再登上，踏上你的铁车。踢开你的铁靴，走你！感觉还是少点什么哈，没有垂直。哎呦，咋回事？没弄好，没弄好，怎么掉下来废血了呢？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冲过这座奈何桥？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？哎，这有个人，我靠！哦呦！哎呀，爸爸错了，怎么这么疼啊，兄弟？哎，狗吧，开个车倒车过来要舔我 ，Gary 吧。难受，香菇，真的是奈何桥，真的是奈何桥。498K， 怪不得能把我打死呢。498K， 加一把 M4。哎，杀六个机场霸主，还说什么不用吹逼好吗？对不对？溜了溜了，明天再播，今天休息好，明天睡个懒觉，起来以后给大家播。如果明天就禁播了呢，就明天不播这个播炉石；如果明天不禁播呢，就踏踏实实再吃两天鸡，好吧？吃到禁播那一天，好吧？各位晚安，也感谢这个收看的水友啊。这样吧，口头表扬你们一次，希望你们以后多来收看吧，好吧？这边主播呢没什么很回报的，口头表扬你们一次，今天坚持到这么晚啊。晚安，晚安，各位，感谢收看，拜拜。哇，小张，你这加钟了呀，小张加钟了呀，哎呦，小张可以，刚才吃鸡看见了吗？小张加钟了呀，哎，真的烦，真的烦，张总吃加钟了呀，很难受。小张刚才吃鸡你没看着吗？八杀吃鸡疯狂杀戮没瞅见，错过了错过了，你不在的 一瞬间，我靠，再跳一次机场，再跳一次机场，再加钟也没用了，就跳一次，跳一次就哎，开心就好。嗯，喂，哎，怎么着？那我播完这把吧，我正好最后一把，嗯，好，好的啊，嗯，好。
一把。为什么禁播？因为在中国没有过审批。有暴力倾向，动不动就开车碾死人，对不对？动不动就嗨哨爆头，对不对？你动不动就满血 98K 当一脑袋就没了，心脏受不了啊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一般的玩家哪受得了，小朋友看了不得害怕呀，这肯定过不了审啊。那道理啊，禁播就禁播呗，这么恐怖的游戏嗨哨，你谁受得了？动不动就嗨哨，很烦。感谢张总和大家，张总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你也配？这有点凶。这是个686，我靠。686在那边。外头有一个，哎，溜了，这也能死。哎呀，本来三杀了已经，我靠，本来三杀了，结果被刺了一枪，很难受，很难受。哎，完了，感谢收看，拜拜。